公元1999年6月22日，微风阴阴，浮云沉沉，古寺浑厚的钟声划破了川西平原晨曦的寂静，沉痛地向世人宣布清定法师安详舍报入寂。人天湮灭，众生痛失皈依，人们很快从四面八方赶来，希望再一次亲近礼敬这位世人敬仰的高僧。这位高树宗喀巴大师法幢的大德，为使格鲁巴教法在汉地能登登相续，在他晚年仍不遗余力地讲经开示、传法灌顶，甚至重病的他打着点滴也要坚持上殿带众修法。这座法师常年领众修法的殿堂，今天没有了法师诵经的声音，但是法师正在安详聆听，不是吗？法师被一片诵经声所拥护，弟子们在齐诵上师无上供养观行法，这种观想恩师、供养恩师、祈祷恩师的修法，被弟子们发自内心的虔敬的诵念出来。几天时间，前来顶礼供养法师的信众络绎不绝，他们从全国各地甚至海外闻讯赶来，希望能再见法师一面，能再一次在法师的面前鞠上一躬顶上一礼，能再一次亲自在法师的面前献上一份清净的供养。在人们心目中，清定法师并没有离去，他一定会于长寂光土继续慈念关照父母众生，因为还有那么多的迷茫游子需要得到他智慧的指引，还有那么多的无处归途者需要得到他慈悲的拯救。而在法师一生的誓言里，他从未忘记，从未舍弃过如母的众生。法师出生在浙江三门县高碱乡，村口这片葱郁的楠木林还是法师少年时代栽种的。这里山清水秀，民风淳朴，村庄的建筑和环境依然保持着原有的风貌。世代居住在这里的几百户村民大都信正。1902年，清定法师就出生在这里的一个善良家庭，父亲郑成安，母亲郑李氏，父母给他起名叫郑全山。我母亲姓李的啊，他们俩人教育我们啊，从小就是这样子啊，讲究读书，讲究这个孔子的体现啊。那么我的父亲年轻老就在教我念
观世音菩萨，我现在休息休息，我还能每天不停地念观世音菩萨。那么我们这个地方从小啊，家乡就有这些朋友。小学，我们现在小学的时候，小学毕业了，到中学就到现在为啥住的地方，那个地方有中学啊，就在那里念中学。中学毕业之后，就到广东，到广东大学读书。广东大学毕业之后，在黄埔军官学校啊，有那时候孙中山先生办的黄埔军官学校。我现在都是我不军官学校毕业之后，又在陆军大学，陆军大学之后啊，又到北京啊，一出家之后，后因心的这个从高级拔尖，我那时候到必须家，以后现在我是南京。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军政大员云集山城，时任国民党中央高级党政训练团政训主任的郑泉山目睹国民党政府官场的腐败堕落，百姓疾苦日增，深感从政并不能解救人民大众的疾苦。如何才能解救民众的疾苦呢？苦作为寻求解脱的契机，也成为郑泉山再一次选择人生的动力。这时的重庆，佛教氛围也空前浓郁，佛教精英如太虚、法尊、法方、印顺、欧阳靖武等也云集山城。他们凭时事论人生，谈佛教，境况盛极一时。因为他就这个下看了，把那个学过的道清军干部训练的偷到他家，我到训练去家，我不想训练他们，在训练之间他们还听我，训练回去就还是偷五花。我看这个情况就我不高兴，我就都叫我，我说训练回去就还是偷五花，就训练就走了。他就说雪山妈妈教练，我说妈妈教练我不得了。慈云寺坐落在重庆南岸狮子山，面长江嘉陵江交汇处的朝天门对岸，寺门左侧卧一石刻青狮，与长江对岸的白象街遥遥相望。1927年，云岩法师托钵来此，募资重修扩建，成为佛教十方丛林，更名为慈云寺。云岩法师成为首任住持，清定法师的剃度恩师成一法师为慈云寺第二任住持。从小我的母亲母亲就是相信佛法，我一到重庆这边就找佛法的地方，就是一直很好，是不是有那个佛教一样诚意的法师，他一看见我他就很欢喜，希望到这里。因为我看这个国民党内部腐败，我就到他家，他就说可以，你以为这是假。1941年5月3日，郑泉山毅然到重庆慈云寺以成一法师剃度出家，法名清定，开始了他普度众生的人生生涯。1941年，慈云寺办的这个七斋法是虚云老法师主持，当时就听到有人说成一老法师收了一个将军，我们就感到稀奇，因此就看，结果啊，就是清净法师。清净法师当时来的时候啊，就住在云盖法师的这个茅棚里面，上面呢穿的一个和尚的短褂，那天下装呢还是穿的一个将军的
服装。正在华严寺传戒的维贤法师现任慈云寺住持，法师毕业于太虚大师所创办的缙云山汉藏教理院，他现在是重庆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协常务理事，也是重庆佛学院的院长。缙云老师，他是于江津省而出家，这很特殊的，是显江津省而出家，他是少将嘛，北门道的少将人。提督以后一直诚意法师学习啊，大概在这个大概有一年多，第二年呢也就十二年，就到成都昭觉寺，是昭觉寺的方丈啊定慧法师授戒，跟着昭觉寺授戒圆满比丘戒啊，他就继续做了昭觉寺。受戒以后大概十三年呢，就一直能按法师在军事寺啊金刚道场学法，所以心灵上是啊他既通显教又通密教，显密缘用啊，他平常啊有些这个说法呀既有显的内容又有密的内容，显密缘用。从昭觉寺上有密坛有显坛呢，怎么来的？1941年冬，刚披上缙衣的钦定法师来到成都昭觉寺求戒。次年，正值入藏学法的能海上师在文殊院讲经，法师随依止其坐下听讲格鲁派教法菩提道次第，也因此对密法生起信心，决定留在成都追随能海法师学修藏传佛教。能海上师俗姓公，字吉熙，1924年李福陵天宝寺佛缘大和尚出家为僧，次年于宝光寺从冠一大和尚受具足戒。1928年他又远赴拉萨，依哲蚌寺大格西康萨仁波切系统学习显密教法，并为其入室弟子。康萨仁波切被西藏人尊称为藏地之月轮，为修白文殊法成就者，并称为运音语王说法自在，是宗喀巴大师第28代传人，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大成就者。能海上师在拉萨入住哲蚌寺，常随康萨仁波切五年，在其座下得显密法要及灌顶加持不计其数，并成为宗喀巴大师嫡传第29代殊胜传承。康萨仁波切还将平生弘法所用的袈裟法器全都赋予能海上师。能海上师回汉地后，一面从事译经工作，一面着手建立汉地格鲁派道场。1937年，能海上师在成都南郊晋慈寺建立了汉地第一座藏密金刚道场，开始在汉地广播宗大师法教。在这里，学法的僧人以其不同层次的学修水平分住在沙弥堂、学界堂、家行堂、金刚院。能海上师要求入院僧众必须恪守佛制，严持律仪，精进行持，一切依循释迦世尊及宗大师教法建立法幢，致使晋慈寺僧纲大振，全国各地僧人闻讯后纷涌而至，讲经传法期间僧众多达六七百人。
净慈寺也因其戒律清净、次第谨严、教法纯正而名扬远近，成为全国僧众向往的清净圣地。清净圆满的清定法师于是年夏天入住净慈寺参加下安居，一年即进驻嘉行堂，并随能海上师到绵竹云雾寺茅棚闭关静修。云雾寺1942年成为净慈寺金刚院上座闭关静修之所。云雾寺这个道场呢，是属于西山茅棚，也就是能海上师啊，夏天在这里闭关过下安居，他的原道场呢，是在成都的石羊场，净慈寺金刚道场。那个时间呢，净慈寺所有金刚王的老法师那些上座时一起嘛，大概是有40来万个人在这儿修学闭关，有些国家安居。老法师他的弟子也很多，因为一种是气度的徒弟，另一种就是学法的徒弟。我们通清净法师啊，都是学法徒弟。而且是我的时候啊，然后五台山就跟到了老法师到四川。那时候清定法师呢，他退出家的时候就到了净慈寺以后，他到净慈寺以后啊，我是在绵竹县西山住茅棚的。我们有时候啊回到净慈寺去见他们，是这么个关系。因为丁光还是主要学法是在净慈寺的时候，那时候呢他出家之后呢在净慈寺安居啊，安居他感觉净慈寺非常好，他就是这个很稀有的。净慈寺要住的那个条件呢，要借本背下来才能住下来。他是挂单的，什么就是一般的人去住的临时住的最多7天，他就7天里边把建本背下住下了，所以这个成一个美谈了，大家都是很稀有的啊。建本这么一本书呢，他7天背下来了，这个很稀有。那么他只要学法就在净慈寺的时候，他的成就也在那个时候，他很用功，这个我们知道。他的戒堂里边成就如果定。他给这张静楼看波罗经也经过光明。这个你就是个矮石啊，人家矮石的上面的房子，这以前的公馆呢就是从这一带。他当明星公司经理的时候就送给林海法师，林海法师建立了道场，成都净慈寺下来的人有很多沙弥都由净慈寺转移到成都去。1945年，清定法师进入金刚院，在听完能海上师讲授上师无上供养观行法后，法师郑重地在恩师面前发愿：皈依上师三宝尊，正法久住我发心，世世出家修境界，自他佛道稳速成，广见三宝转法轮，众生最苦我代受，善根利乐施有情，一一令发菩提心。1948年，法师被指定为上海金刚道场住持，能海上师亲手赋予法卷收职，法号定制。我年轻在这里往外走，出来之后去修房子修房，钞票没有，有人在这里家庭一家人学生住的，他家这个人供钞票，哪里供钞票，钞票就有了，就把房子拿好。所以我这是把那个上海金光找下去，家里有80多人，这家居住有5000多人，
所以一直有缺货的话都很尊重我们。1953年，能海上师率弟子上五台山开荒造林，重建律宗道场，选定青阳桥三昧律师道场布置开始重建，定名为吉祥律院。能海上师于此开讲四分律戒、根本阿含及格鲁派传承的重要教法。这时一直在外弘法的清定法师也来到五台山，他一面亲近能海上师，系统听受各种清净传承法要，一面对吉祥律院房屋修建及全寺每月僧粮设法筹募。能海上师曾说，时至今日，要使正法久住，必须注重戒律。在这里，能海上师亲自给新学沙弥传授了比丘戒，并给七位上座比丘传授了和尚阿舍离位。头一个传嘛，就是说，经历或者到上海拿到法传到大台山去要弘法嘛，就传到。这是他头一个。第二个就是我大师傅下去和尚。第三一个是赵同学在远近的，他不是在那个温州那边远近。第二个，第三一个是清福宗那个大和尚。第四一个是那个陈福师，我们老当家给传了法的。第五一个才说是正义，正义的定词是现在的设计师，那就是我的解说这个过去五台山呢，那个时候这个任海上师在五台山时候曾经在造林，我有一次去的时候那满山都穿着黄衣服，这个僧人在种树。他们站在青阳桥上，开关桥站在我们进入四川西山路五十步，就到了这个青阳桥，五台山青阳桥，一直到上师人去的时候，我们都没离开。现在是没离开江西。清定法师也是在上海，因为我师父在这儿住90多个和尚，这一年的生活费不够，都是清定法师来护持这个道场，是吧？自己开门啊！他在这清定法师位置也是努力发心供养师父，护持这个道场。在54年的时候，净空上师坐下呢有几位都想找五台山，因为海光上师53年冬上五台山办这个青阳桥这个道场，那么净空上师呢也非常支持这个道场，不但是经济上支援，同时呢人力也支援，他的弟子包括几个女微信的什么呢，有几个我也在里边呢准备送我们上那个海光上师那坐下去学法的。到7月半安居圆满之后呢，净空上师亲自也上五台山，本来呢也准备再过一个冬回去的。1994年秋，清定法师重上五台山。你要不要休息一会儿？金秋的五台山，天高气爽。当法师再次踏上这座象征智慧的山峰时，故地重游唤起了老人太多的回忆。在近60年的岁月里，法师如法依止善知识，将恩师教授牢记不忘，精进行持，延迟境界如护眼珠，忏罪积福圆满种种资粮。如今可以告慰恩师的是，法师靠着对上师三宝的信心，对父母众生的愿力，
以百折不挠的勇力成就为世人敬仰的高僧大德，更以他的圆满智慧与无二慈悲成为无数弟子内心庄严的依护。各大欢喜，各大欢喜。活的师傅，啊，这里还有，这里活的，还有这活的好吃。还有什么吗？嗯，那个，我这三年不一样，平时没工，没有时间。刚搞了啥？你帮了人也不容易。听他讲，黑红老师，他们住了一个月包干，他在这边做，我在那边做，就加这个，他为的原因是的。全部给我加完了。有清凉圣境之称的五台山是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这里是文殊菩萨应化的圣地，也是文殊菩萨的根本道场。相传文殊菩萨常年在这里为僧人讲经说法，清定法师的恩师能海上师晚年就一直安住在这里，直到1966年作画圆寂。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面对恩师的灵塔，法师再一次虔诚地献上自己的供养。尊敬的恩师啊，我愿用3000大千世界的殊胜供品来供养您，也愿这供养恒常充满3000大千世界，希望您能慈悲纳受。我愿化身尘刹来礼敬您，祈祷您，愿您不舍众生，诚愿再来。1955年，能海上师来到清定法师住持的上海金刚道场，每天除了讲经会课之外，他都要特别为法师开示修行诀窍，并亲自引领他修习密法的圣身精要。在这次会面中，能海上师也特别告诫自己心爱的法子，今后不论发生什么事，都要以无我的精神带众生受苦，要以菩提大悲、拔苦与乐、欢喜忍受的心情对待一切，不起任何畏恨之心。我一辈子的吃苦的人都得呀，老干的，老干做儿子的呀，我说撇下去啊。现在吃苦啊？现在怎么哭啊？现在是哭，现在是哭啊？现在不哭啊？都在哪儿哭啊？现在哭脚的。1955年秋，刚与恩师告别不久的清定法师就因国民党将军身份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他牢记恩师上海之行对自己的教诲，以一个伟大宗教家的博大胸怀，以超乎寻常的毅力与忍耐，安详宁静地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给您家里儿子的老干一家是受苦吃苦，我的老干一家不受苦，为什么道理？在医院里用我去，过去的
法人注意的他照顾我，所以我就是大家都吃亏呢。我愿意住，他也给我住住。我也跟人家治病，没有医疗，他都给我就是医疗。这个二零年多钟，我身边人里面闭关，这个做疗干，就知道闭关。白天里给总理打字，晚上打字录音。我现在这样了，心要毛了。早年一天是十一点钟，我就起来，我到门去啊，那里头那种东西，一个他们都不叫，我不叫的，来跟我三年半年都是这样子。我要修理才有才发发道理，乃至过去，乃至未来，是干了新国家发展主义。我不要看报纸，不要听广播，我知道。像你们这样子为中人，这样子辛辛苦苦，你这你们不嫁，我心里清楚。1976年，钦定法师回到家乡，开始悬壶济世。受到家乡父老的欢迎爱戴。几年来，法师风里来雨里去，经他治好的病人就有2万多人。期间他仍不忘恩师定慧大和尚，经常用微薄的收入给恩师邮寄钱物以表供养。在与恩师的书信中，法师发愿：无始罪障今生净，无边功德施众生，无量生死今生尽，无上觉体现身证。天天照顾亲子，让我照顾亲子一家亲，一家亲这样嘛，听人很多啊，这样来这样，因此成都人都听到，就是成都啊，派人要。请我到成都来，这样子就把5年，我就到成都做教人。成都的老头子全部不，文化大革命，统统房子打拿的，打的，我也出的，谁都有十几次。我现在去了之后，我先把大殿修建，大殿修建就钟楼修修建，鼓楼修建。1983年。法师接到成都昭觉寺全体33位僧人联名聚函，函言：现定慧和尚溘然舍报，祖庭百废待兴，重任非大师莫属，务请大师以祖庭兴废为念。在众望所归、众愿难违的情况下，法师不顾自己已是84岁高龄，不负众望，发深宏大愿，承担起重恢祖庭、光复古刹、再振宗风的历史重任。后，法师不畏艰辛，带领全寺僧众发愿提振道风，培育僧才，重建大殿，要在文革留下的废墟上复兴祖庭，重燃法炬。他一面重修宝刹，一面健全法规，起衰振弊，提倡爱国爱教，坚持以戒为师，精进行持。法师自己也以身作则，修法行持，不舍昼夜，常年每天只休息2-3个小时。凌晨1点30分，法师便起床，3点领众上殿礼佛诵经，清晨7点下殿用早斋，8点30分至11点带众修法，中午和下午接待四海弟子。在安居期间，法师可以90天讲经毫不疲倦，如此依法修行毫不倦怠，
就算在旅途中，在宾馆里，甚至在重病期间，他也从未间断。除统领大众依戒依法行持不辍外，法师还定时收受皈依弟子，常年讲经、开坛传戒、加持灌顶、办大法会。四海弟子闻悉纷至沓来，有数十万人在其会下皈依受戒、听法灌顶。康萨仁波切曾对能海上师说：“宗喀巴大师临济时受记，大师圣教正法住世500年，从明代迄今早已超过，唯以大师密愿硕德，今仍法流垂续。今后法仗将日益增大，我亦不可能再在藏区转世，内地信众与宗大师有缘，汝今来此，我将以平日绝不轻传之法传授于汝，如以后选机再传。”自康萨仁波切将格鲁教法传授能海上师以来，汉地修学宗大师法流的弟子日益增多，至钦定法师时更是四海弟子云集，学习西藏密法的风气日渐兴盛，昭觉寺成了有名的显密圆通道场。短短数年，法师就重建了大殿、钟楼、鼓楼，新修了圆通宝殿，创办昭觉佛学院，恢复对外传戒，致使古刹面貌一新，僧众云集，实现了披振昭觉寺祖庭的宏愿。有着川西第一禅林的昭觉寺，自唐贞观建寺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康熙曾为昭觉寺题诗：“入门不见寺，十里听松风。”历史上这里高僧辈出，代步乏人。唐代有曹洞宗法寺修觉了梦，宋代有临济宗高僧圆悟克勤，元代有重庆禅师，明代有智润禅师等，他们对中国佛教的历史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昭觉寺在历史上也曾为汉藏民族之间的团结发挥过积极作用。清初重建昭觉寺后，继藏雪通罪法席之第二代方丈佛渊彻纲曾受朝廷派遣驻西松州大悲寺达6年之久，藏族同胞赠送如海耶瓢及念珠悬挂于大悲寺昭觉寺的大雄宝殿，作为汉藏佛学交流的标志。康熙41年佛渊年迈，特遣昭觉寺僧人专程去松潘迎请藏族格西竹峰真绪入主昭觉，视为该寺第三代方丈。寺内历来供设密坛，提供西藏、蒙古等地活佛喇嘛修行密法，长期以来藏族僧人来川均挂单于昭觉寺。昭觉寺第16代方丈慈清法师曾追随能海上师到西藏学习密法达7年之久，是位精通五部大论、学富五车的近代高僧。他在行持上提倡显密圆通、次第修学，并将藏传佛教重视传承、学修并进的风气带到了昭觉寺。明代道奎祖师曾留一句谶言：“树包杯，燕瓢飞，柱头落地祖师归。”钦定法师重回昭觉寺时，殿堂柱头自落，燕瓢不翼而飞，大殿前那棵黄蕨树突飞猛长，把树下的石碑包裹得严严实实，人们深信钦定法师就是道奎祖师再来。
1987年农历四月初八，钦定法师在昭觉寺两聚僧众的共同拥戴下，出任昭觉寺临济正宗第17代方丈，由四川省佛教协会会长、文殊院方丈宽林法师为其送座，并遵照丛林定制，待昭觉堂上已故16代方丈慈清宗瑞法师赋予法卷，并按照昭觉寺祖师戒定宗、方广正圆通、行超明实际、了达悟真空之号派，赐法号方兴。方丈的钦定法师于1991年冬在昭觉寺主持了四川省第5次传戒法会，为来自全国13个省市自治区的470多位出家众传授具足戒。年届九旬的法师第一次以传戒大和尚的身份，与众多高僧大德一起为云集于此的僧尼传授三坛大戒，以帮助他们圆满戒体，成为僧团中的正式成员。在近一个月的传戒法会期间，龙天欢喜，护法拥戴，受戒弟子虔诚发愿，希望自己能在此殊胜法会中成就上品上戒，成为少龙佛种的合格僧人。成千上万的四众弟子前来观礼，每次可供上千人用斋的五官堂常常座无虚席，昭觉祖庭又恢复了他昔日的辉煌。素有莲花佛国美誉的九华山是佛教四大名山之一，是地藏菩萨应化的道场。1994年九月，钦定法师应邀到这里来参加地藏菩萨成道1200周年庆典。今晚上到沙地堡，天下大雨，一下子人都联系了啊，街道这个九华山里地藏菩萨很欢喜。唐开元年间，朝鲜王族金乔觉来到九华山修行成就，99岁圆寂后，置放缸中3年，身体不服，金锁骨鸣，信众视其为地藏菩萨化现，九华山也因此成为地藏菩萨应化的圣地。现在地藏菩萨只有出来只有祖先子学出世的人，我叫他们念南无地藏王菩萨，南无地藏王菩萨。他兄弟们，他告诉你全部念从沙地念到沙教，就你啊，他们都下地地藏菩萨。钦定法师到九华山还有一个重要日程，就是参加九华山佛学院的开学典礼。九华山佛学院至此已是第三期，为佛教界培养了不少优秀的人才。钦定法师他是现在的在我们中国来说是一位大的高僧长老，这位法师呢跟九华山地藏菩萨很有缘，跟我们也很有缘，另外与这个佛学院很有关系。
因为我筹办胡学云，那么也请清泉法师来给我帮助，因为那个事情呢，这个甘露寺啊是一片空白，我说我有这个想法想办胡学云，他说你办吧，我想办法支持你，所以这个清泉法师对我这个胡学云呢也支持很大，所以有这里一年时间呢，也会逐步逐步的我这胡学云才办成，所以这个清泉法师给这个不仅是跟九华山有这个姻缘关系，跟我们这个甘露寺的姻缘关系也很深，是精进修持，精进修持，尽行受，尽行受，力行九华山佛学院院训，遵守教规教纪，为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为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为此我们倍感自豪和责任的神圣。法师认为，要弘扬佛法，首先必须重视人才的培养，道场的建设重点应培养僧众住持正法，只有依靠如法僧团，道场才能真正兴隆。1992年，清定法师在昭觉寺成立了佛学院，法师任院长，亲自为学僧讲经说法，并礼请诸山大德到校任课。学院要求学僧严持毗尼，精进学修，几年时间培育僧才300多人。故高龄四处讲经说法，传戒灌顶，培育僧才，建寺修庙，并结集恩师能海上师全集，新建圆悟禅师墓及几位恩师灵塔，远赴美国传授三坛大戒。除此之外，他还热心资助各种公益事业，成都二环路建设，阜南河整治，北京亚运会，希望工程，家乡小学建设，98年长江特大洪水，他都慷慨捐款。他忘我利他的言行，在佛教界及整个社会都赢得了高度的赞誉和敬仰。法师的悲愿，犹如观世音菩萨一样，千处祈求千处应，苦海常作渡人舟。他慈眼不舍众生，悲心常记友情。观世音菩萨的行愿，也是法师一生所追求实践的行愿。这月头的观世音菩萨，月头的太大的十方十能，十方十能，这样子老老去。观音菩萨，1、2、3、4、5、6、7、8、9。1994年农历6月19，在这观世音菩萨的圣诞日，昭觉寺上下广行供养，遍布庄严，梵拜高颂，人们积极准备，欢喜雀跃。新落成的圆通宝殿将在今天举行盛大的开光典礼。法师曾经发愿，众生一切诸罪苦，愿入地狱而代受，三世一切诸善业，尽施众生愿成佛。念念不忘师尊三宝，念念不忘父母众生，念念不忘一戒一法精进修行，念念不忘成佛度众生。法师一生的所行，正与他的愿力相符合。他视众生犹如自己亲生的独子，犹如自己有恩的父母，如此悲怨深重。若一众生未成佛，
我佛终日泪不干。法师正是不忍众生苦，常时发悲心。干什么想买辆好片子？干什么想买辆好？心一抹下，他是犯犯大悲心，他是大悲，一切人有苦有难，都绝不会救他，就像远通我心一抹下，远门通的我心一抹下，我们说第一名人叫远通宝蝶。这天，全国各地的高僧大德、海内外无数信众纷纷来到这里，参加这次空前的盛会。会上，中国佛教协会副主席龙莲法师代表中国佛教协会致辞。这四众弟子的共同心愿，愿昭觉祖庭长兴不衰，愿清定法师长久住世，飞向远方。昭觉寺因着清定法师的住持而光复兴盛，享誉海内外。法师的一生就是一位菩萨真实行持的一生。他曾说，忘我利人是菩萨行愿，也是我的行愿。他严禀施教，精进行持，忍辱负重，勇担重任。他胼手知足，不辞辛劳，带众修法，夙夜匪懈。他雷音宣流，名望高波，硕德昭示，道背寰宇。法师以不忘三宝，不忘众生，不忘本职，不忘本修的修行信条，韬光练锐，潜修密行，现生清正无声，得大受用，甚深三昧，入常寂光。法师这个眼睛的消息对我来说是一个惊天的霹雳。那么今后该怎么办呢？那么我总是回一个一方面呢，就是回忆过去上师给我们讲的法。上师对我的教导当中最深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离归啊不如断。我自己，他常常讲自己了，就是在
盲肠炎，开盲肠炎的时候，盲肠炎变成腹膜炎，就开刀时这一天，我四十年闺女了。这句话对我的震动，我想我这个人虽然笨，这个，可是呢，我想我这一点大概还可以学习一下这种样，所以尽量的做到四十年闺女不要笨。那么今后这个，因为我对佛法也不够，能力也差，于是呢，我只能尽自己能力，能够做到这个把上师这个法缘能够在江湖寺继承下来，继续下去。印第禅师是我的一直师，我是八三年印第禅师，八八年在禅师上师职，到他九八年禅师叫我当监院，我说我师父我就干不下来，禅师被训过，他不要怕，用过，禅师叫我当面我就当下来了。那些禅师的原籍，想问要禅师把胆子给我了，我就当下去，把这个给入家风，来弘扬下去。这就是香米道场，要香米团结，如火共烛，啊，永远保持，啊，这个禅师家风。法师涂皮后，得金色舍利子两粒，五彩舍利花无数。天穹低垂，人天落泪，天地因失去这样的导师而沉默，日月因失去这样的导师而晕色。法师的行持，迈持境界冰清玉洁，内发菩提心圆满无垢，密修升起圆满甚深瑜伽定。法师的修正，实非凡情所能测知所能揣度。法师的一生，与众生同呼吸，与众生共命运，为了父母众生的利益，他甘愿躬身做仆使，终身做臣民，以此利众行为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人们等待着，期盼着引接法师的灵骨归寺。在人们的心目中，法师并未离去，他的音容笑貌还历历在目，他的法音还响起在耳边，他怎么会离去呢？在人们心目中，他已成了一座象征慈悲智慧的灯塔，时时照耀着芸芸众生。他又是一座硕德圆满的行政丰碑，鼓励着正走在菩提道上的行者。师是三宝，师是本尊，师是明妃护法尊，从今受持进菩提中，归师永不归依于如是中间诸有无边慈悲勾索愿摄引，离二部位悉地安排遣除中断作伴随。他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千处祈求千处响应，他也是地藏菩萨的视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他的一生是觉醒圆满的一生，他的一生是菩萨行愿的一生。梵拜声声，香烟袅袅，我们殷切祈请清定法师慈悯一切，成愿再来救度迷蒙尽未来际。我母亲呢，从小叫我身体下几个饭，我五岁的时候她叫我年过新一过节，我夏天过新一过节，我现在已经九十三岁了，我一天没有离过新一过节。修行成就，
吹拂反倒影，每次过去，每次未来，世界上新闻国家发生事情，我不要看报纸，不要听广播，我不知道。请大家好好休息，相信自己，那个每条过去的人，也是不是积分的一些滋味，都能够特别知道。我今天要去要聊生死阶段，第六要正薄的摧毁，第三要都市中心摧毁。释迦牟尼正法要求其实中国大师黑王祖师公对啊，无量众生高兴不到。